且以招弟使喜平陵，玄成别喜杜陵，并且死，因使者自白曰：“不生父子恩，愿起骸骨归葬父母。”上许焉。子清侯宽嗣，薨。子西侯玉嗣，薨。子杰侯沈嗣，自贤传。国至玄孙乃绝。玄成兄高请令方山子安氏立郡守，大鸿胪长。乐未未，朝廷称有宰相之气，会其病中。而东海太守洪子赏义名师，而帝未定逃亡时，赏为太傅。而帝即位，赏以救恩。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列位三公，自爵关内侯，食邑千户，一年八十余，以寿终。宗族至立二千石者十余人。初，高祖时，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。至惠帝尊高帝庙。为太祖庙，景帝尊孝文庙，为太宗庙，行所长信郡国各立太祖。太宗庙。至宣帝本始二年，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，行所巡授意。立焉。凡祖宗庙在郡国68和167所。而今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到皇考各自居灵旁立庙，并为176。又园中各有寝，便殿日祭于寝，月祭于庙，时祭于便殿。寝 PG 973，日祀上十，庙岁25祠，便殿岁4祠。又有一游衣冠。而昭陵后，武哀王、昭哀后、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、魏司后、立太子、立后各有寝园，与诸帝合凡30所。一岁祠上十，24455，用卫士45129人住宰乐。人亡了2147人，养牺牲族不在数中。至元帝时，共与奏言：古者天子七庙，今孝惠、孝景庙，皆清净已毁。及郡国庙不应古礼，宜正定。天子是其意，未及施行而与族。光永四年，乃下诏先议罢郡国庙，曰：朕闻明王之御事也，遭时未法，因事质疑。王者天下初定，远方卫兵因常所轻以立宗庙。盖见威萧蒙一民之治权也。今赖天地之灵，宗庙之福，四方同轨，蛮莫共执九尊而不定，令疏远卑贱共成尊嗣，待非皇天祖宗之意，朕甚惧焉。传不云乎？吾不与计，如不计，其与将军列侯众2000石2000石，朱大夫博士一郎役，丞相玄成，御史大夫郑弘，太子太傅严彭祖，少府欧阳帝于见大夫尹更时等70人，皆曰：“臣文纪非自外治者也，由中出生于心也。故为圣人未能享帝，孝子未能享亲，立庙京师之居，公卿成事，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，尊亲之大义，五帝三王所共不义之道也。”诗云：有来雍雍，制止肃肃，相为辟公，天子穆穆。春秋之意：父不祭于知庶之宅，君不祭于臣仆之家，王不祭于下土诸侯。臣等于以为宗庙在郡国宜无修，臣请勿复修。奏可。因罢昭陵后，武哀王、昭哀后、魏司后、立太子、立后元，皆不奉辞，才至立足守焉。罢郡国庙后月余，复下诏曰：盖闻明王治理，立清庙祀祖宗之庙，万事不毁，所以明尊祖敬宗者亲亲也。朕或成祖宗之众，为大礼未备，但立恐惧，不敢自专，其与将军列侯众2000石2000石。朱大夫博士议，玄成等44人奏议。PG 974，曰：礼王者使受命，诸侯使封之君，皆为太祖。以下五庙而迭毁，毁庙之主臧乎太祖，五年而在阴祭，言宜地狭也。
侠记者，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时于太祖，父未昭，子未暮。孙父未昭，古之正理也。记忆曰，王者帝其祖自出矣。其祖配之而立寺庙。言使受命而亡，祭天以其祖配而不。未立庙，清净也。立清庙寺，清清也。清净而迭毁，清疏之杀，是有终也。周之所以欺庙者，以后即使封文王、武王受命而亡，是以三庙不毁，与清庙寺而欺。非有后即使封文、武受命之功者，皆当清净而毁。成王成二圣之业，治理作乐功德，茂盛庙犹不是，以行为是而已。礼，庙在大门之内，不敢远亲也。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，一位帝者太祖之庙，世世不毁。臣后蜀晋者已毁，今宗庙易处，朝暮不续，一入旧太祖庙而续朝暮如礼。太上皇、孝惠、孝文、孝景庙皆清净已毁。皇考庙清未尽，如故。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29人以为，孝文皇帝除诽谤，去肉刑，公节俭，不受限，罪人不躺不思。其力出美人，重爵人类，宾赐长老，收续孤独，得后谋天地。立则失四海，一位帝者太宗之庙。廷尉中以为，孝武皇帝改正，朔亦服色，攘四夷，一位世宗之庙。谏大夫尹更时等18人以为，皇考庙上续于朝暮，非正理，已毁。于是上重其事，一违者一年，乃下诏曰：盖闻王者祖有公而宗有的尊尊之大义也，存清庙寺，亲亲之至恩也。高皇帝为天下诸暴除乱，受命而帝功莫大焉。孝文皇帝国未代亡，诸吕作乱，海内摇动，然群臣离数米不依义，北面而归心，由千辞故让而后即位，消乱情之机，兴三代之风，是以百姓厌然，贤获家福，得莫胜焉。高皇帝为汉太祖，孝文皇帝为太宗，是事成嗣，传之无穷，朕甚乐之。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，于义一体。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清净，其正礼仪。玄成等奏曰 ：PG 975，祖宗之庙世世不毁，祭祖以下五庙而迭毁。今高皇帝位太祖，孝文皇帝位太宗，孝景皇帝位昭，孝武皇帝位穆，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位昭，皇考庙清未尽。太上孝惠庙皆清净已毁，太上庙主一元，孝惠皇帝未暮，主迁于太祖庙，请元皆无复修，奏可。一者又以为清庙之师言交神之礼无不清净，今衣冠出游有车骑之众，风雨之气，非所谓清净也。既不欲树，树则独独则不净。一副古礼，四时祭于庙，诸请元日月间祀，皆可勿复修，上亦不改也。明年玄成复言，古者至礼别尊卑贵贱，国君之母非是不得配食，则见于寝身美而已。 B 下宫至孝成天心，见祖宗定迭毁，须朝暮大礼既定，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请辞元仪如礼物复修，奏可。后遂于玄成薨，匡衡为丞相。上请集孟祖宗遣霸郡国庙，上少地处孝王亦孟焉。上诏问衡，亦欲复之，衡深言不可。上极久不平，衡惶恐，祷高祖、孝文、孝武庙曰：四曾孙皇帝功成宏业，夙夜不敢康宁，私欲修炼以彰祖宗之圣功，故动作皆神，必因古圣之精。王者有司以为前因所幸而立庙，将以系海内之心，非为尊祖言亲也。今赖宗庙之灵，六合之内末无父亲庙，宜一居京师，
天子亲奉，郡国庙可止无休。皇帝之素旧礼，尊重神明，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。今皇帝有疾不愈，乃梦祖宗见戒以庙。楚王梦亦有其序。皇帝道至，即召臣恒复修立。仅按上是帝王成祖迷之大礼，皆不敢不自清。郡国立碑，见不可使独成。又祭祀之意以民为本，兼者岁数不登，百姓困乏，郡国庙无以修立。礼凶年则岁事不举，以祖迷之意。为不乐，是以不敢复。如成非礼义之中，为祖宗之心，究竟在。陈恒当受其殃，大备其疾，对在沟渎之中。皇帝至孝肃慎，宜蒙佑福。为高皇帝、孝文皇帝、孝武皇帝省察，又享皇帝之。PG 976。孝开赐皇帝梅寿王将，令所及日抽平复反常，永保宗庙。天下幸甚。又告谢毁庙曰：王者大臣以为在袭帝王成祖宗之修。典取降于天地，天序五行，人亲五属，天子奉天，故虑其意而尊其志，是以帝常之序，民有过五受命之君，功皆于天万事不堕。既列以下五庙而迁，上陈太祖，兼岁而暇，其道应天，故福禄永终。太上皇非受命而属境，一则当迁，又以为孝。莫大于言父，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成，父之所义子不敢同。礼，公子不得为母姓，为后则于子继，于孙止，尊祖言父之义也。请日四上时，元庙坚祠皆可王修。皇帝思慕道具，不敢敬从。唯念高皇帝圣的茂盛，受命浦江，亲若击鼓，承顺天心，子孙本之臣袭王江。诚以为千庙合祭，九常之策，高皇帝之意，乃敢不听。即以令日迁太上、孝惠庙、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寝，将以昭祖宗之德，顺天人之序，定无穷之业。今皇帝未受资福，乃有不能供职之急。皇帝愿复修成寺，陈恒等贤以为礼不得。如不合高皇帝、孝惠皇帝、孝文皇帝、孝武皇帝、孝昭皇帝、孝宣皇帝、太上皇、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之意，最近在陈恒等当受其咎。今皇帝尚未平，赵中朝臣俱复毁庙之文。陈恒中朝，臣贤父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，礼有所成，唯统备制不可以。奉先祖，皇天不佑，鬼神不享，六义所载皆言不当，无所依缘以作其文。是如失旨，罪乃在陈恒，当深受其殃。皇帝疑，后蒙旨服，家气日兴，疾病平复，永保宗庙，与天王及群生百神有所归习，诸庙皆同闻。久之，上及连年，遂尽付诸所霸请庙园，皆修寺如故。出上定牒回礼，独尊孝文庙为太宗，而孝武庙亲未尽，故未毁。上于是乃复申明之，曰：孝宣皇帝尊孝武庙曰世宗，损益之礼，不敢有语焉。他皆如旧制，为郡国庙遂废云。PG 977。元帝公恒奏言：前以上体不平，故复诸所霸辞足部蒙福，暗为嗣后，立太子，立后元，亲未尽，孝惠、孝景庙亲尽已毁，即太上皇、孝文、孝昭太后、昭陵后、昭哀后、武哀王祠，请西霸勿奉奏可。初，高后时患臣下望非一仙，帝宗庙请元官，固定着令，敢有善意者弃事。至元帝改制，捐除此令。成帝时已无祭祀，和平元年复复太上皇请庙园，逝世奉祠。昭陵后，武哀王、昭哀后病时于太上请庙如故，又复善一宗庙之命。成帝崩，哀帝即位。
丞相孔光，大司空和武奏言永光。五年制书，高皇帝为汉太祖，孝文皇帝为太宗。建昭五年制书，孝武皇帝为世宗。所欲之礼，不敢有与。臣愚以为迭毁之次，邦以时定，非令所谓善意宗庙之意也。臣请与群臣杂议，奏可。于是光禄勋彭轩、詹事满昌、博士左贤等53人皆以未继祖宗以下武庙而迭毁，后虽有贤君，犹不得与祖宗并列。子孙虽欲包大显扬而立之，鬼神不祥也。孝武皇帝虽有功烈，亲近一殿。太仆王顺、中磊校尉刘兴义曰：臣闻周氏既衰，四夷并侵，贤允最强，于今匈奴是也。至宣王而伐之，诗人美而颂之曰：薄伐贤允，至于太原。又曰：铲推推，如停如雷，贤允方熟，征伐贤允，今蛮来威，故称中兴。及至幽王，犬戎来伐，杀幽王，取宗器。自是之后，南夷与北夷交亲，中国不绝如线。春秋季齐桓南伐楚，北伐山戎。孔子曰：为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是故弃还之，过而戮其功，以为伯首。及汉兴，莫睹史强破东胡、秦越氏，并其土地，地广兵强，为中国害。南越为驼总百越，自称帝，故中国虽平，犹有四夷之患，且无宁岁。一方有疾，三面救之，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。孝文皇帝后以祸禄与结和亲游亲。PG 978，报无已。甚者兴师十余万众，尽屯京师及四边，遂发屯被虏。其位患久矣，非一世之见也。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越以为逆者，非一人也。匈奴所杀郡守，都为掠取人民，不可胜数。孝武皇帝命中国霸劳乌安宁之时，乃遣大将军骠骑、伏波、楼船之属南灭百越，起七郡，北攘匈奴，将昆邪100000之众至武蜀国，起朔方，以夺其肥饶之地。东伐朝鲜，起玄兔、乐浪，以断匈奴之左臂。西伐大宛，并36国，迭乌孙，起敦煌。酒泉、张掖，以个绰羌，列匈奴之右肩。甘于孤特，远遁于牧北。四垂无事，赤地远近，起10余郡。功业既定，乃封丞相尉。复明侯，以大安天下，复食百姓，其归远可见。又召集天下贤郡与贤兴同谋，新制度改正朔，易服色，立天下之词见。封禅书官号，存周后，定诸侯之志，永无逆征之心，至今累是赖之。甘于守藩，百蛮服从，万世之基也。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。高帝建大业，为太祖。孝文皇帝的治后也，为文太宗。孝武皇帝公治者也，为武世宗。此孝宣帝所以发的因也。礼记王制及春秋古梁传，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大夫3、12。天子7日而病，7月而葬。诸侯5日而病，5月而葬。此丧事尊卑之序也，与庙数相应。其文曰：天子3朝3暮，与太祖之庙而7。诸侯2朝2暮，与太祖之庙而5。故得厚者留光，得薄者留卑。春秋左氏传曰：名未不同，礼义义数，自上以下，降杀以两礼也。七者其正法，数可长数者也。宗不在此数中，宗便也。苟有功的则宗之，不可欲未设数。故余因太甲为太宗，大戊曰中宗，武丁曰高宗。周公为无义之戒，举因三宗以劝成王。由是言之，宗无数也。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薄矣。以七庙言之，孝武皇帝为一殿，
以所宗言之，则不可谓无功德。礼记四典曰：夫圣王之至四也，公事于民则四之，以劳定国则四之，能救。PG 979。大灾则四之。窃观孝武皇帝，功德皆坚而有焉。凡在于异性，犹将特四之，况于先祖。或说天子武庙无见闻，又说中宗高宗的宗其道而毁其庙，云与时义非尊的贵公之意也。诗云：必废甘棠，勿减勿伐，少伯所拔。思其人犹爱其术，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？迭毁之理自有常法，无书公义的故矣。亲书相推及，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，经传无明文，至尊至重，难以疑文虚说定也。孝宣皇帝举公卿之意，用重儒之谋计矣。为世宗之庙，见之万世，宣布天下。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，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，不以悔。上览其意而从之。至曰：太仆顺，终累孝位，心亦可。心又以为礼，去世有杀，故春秋外传曰：日记。月四，时享，岁贡，中王祖弥则日记，曾高则月四，二条则。时享，谈善则岁贡，大帝则中王。德盛而有广，亲亲之杀也。民远则弥尊，故地位重矣。孙去王父之楚，正朝暮，则孙长与。祖相待，此千庙之杀也。圣人于其祖出于情矣，礼无所不顺，故无毁庙。自贡与间谍毁之意，会紧急太上请元废而未虚，失礼亦矣。至平帝元始中，大司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一等意，是孝宣皇帝亲约道元，致意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。父为是，子为天子，既以天子道元仪称尊号曰皇考，立庙亦故奉元明满千六百家以为县。臣愚以为皇考庙本不当，立累是奉之，非是。又孝文太后南陵，孝昭太后云陵园，虽前以礼不复修，陵名未正。仅与大司徒彦等147人一阶。曰：孝宣皇帝以兄孙继统为孝昭皇帝后，以述故孝元氏以孝景。皇帝及皇考庙今未尽，不悔。此两统二父，唯于礼制。安义奏亲事曰道：才智奉义，皆应经义。相奏道元称皇考，立庙一名魏县，为礼祖统，官庙本意。父为氏，子为天子。PG 980。既以天子者，乃为若于舜、夏禹、殷汤、周文、汉之高祖受命。而王者也，非为继祖统为后者也。臣请皇高祖考庙奉明元毁物，修霸南陵，于陵未县。奏可。司徒院颁标曰：汉成王秦绝学之后，祖宗之志因时失宜。自元成后学者波兹共于毁宗庙，匡衡改交诏和武定三公。后皆束缚，故纷纷不定。何者？李文缺为古今异志各未一，家未亦可偏定也。好观诸儒之意，留心博而读矣。PG 981。卷74魏襄丙及传第44。魏襄字若翁，既因定陶人也，喜平陵。少学艺，魏郡祖使举贤良，以对策高地，为茂陵令。清之御史大夫桑弘，杨克诈称御史指传，诚不以实业，克怒浮城。相以其有奸，收捕，按治其罪，论契客事，茂陵大治。后迁河南太守，禁止奸邪，豪强未服。会丞相遮千秋死。先是千秋子为洛阳武库令，自见师父而相至郡言，恐酒获罪，乃自免去。相使愿追呼之，遂不肯还。相独恨曰：大将君闻此令去官，必以为我用丞相死，不能遇其子，使当世贵人非我，拜矣。
武库令西至长安，大将军霍光国已责过相曰：“幼主，心里以为函谷京师之故，武库精兵所惧，故以丞相地位关都。为子为武库令，今河南太守部身为国家大策，苟见丞相不在，而赤足其子，何浅薄也？后人有告乡贼杀不孤，世下有私。河南族数中都官者二三千人，这大将军自言愿复留坐一年矣。孰太守罪？河南老弱万余人，守官欲入尚书，官吏已闻。大将军用武库令事，遂下乡亭未遇。酒戏于东，会射出。复有赵守茂，林令迁扬州使。好安郡国守乡多所贬退，乡与丙吉向善。时即为光禄大夫与乡书曰：“朝廷以深知若翁志行方且大用矣，愿少甚事自重，脏气于身。”乡心善其言，未忌威严。居部二岁，征未见大夫，复为河南太守。数年，宣帝即位，征乡入卫大司农，迁御史大夫。四岁，大将军霍光薨，上司其功德，以其子与卫右将军、兄子乐平侯。P.G. 982，山复领尚书事。乡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，言春秋积事。清鄂宋三世卫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，皆为乱国家。自后元以来，陆去王室，正有种载。金光死，子父为大将军，兄子丙。枢机昆帝朱旭据权势，在兵关。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及长信。公或夜召门出入，骄奢放纵，恐进不至，已有以损夺其权。或散阴谋，以顾万事之机，全功臣之事。又故事诸尚书者皆。魏二封属其意曰父，领尚书者先发复封，所言不善，平去不奏。相父因许伯白去复封以防拥蔽，宣帝善之，诏相给侍中，皆从其意。或是杀许后之谋使得上文，乃罢其三侯，令就地，亲属皆出补吏。于是为嫌疑老病免，相遂代位丞相，封高平侯。十亿八百户，即或是院乡，六旦之某角太后诏，先诏斩丞相，然后废天子，事发觉伏诛，一地使亲万机，历经位置练群。臣和明时而乡总领重职，甚称上意。元康中匈奴遣兵及汉屯田车师者不能下，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意欲因匈奴衰弱，出兵及其右地，使不敢复扰西域。乡尚书谏曰：“臣闻之旧乱诸暴，谓之一兵，兵役者亡。敌家于己不得已而起者，谓之应兵，兵应者胜。争恨小故不忍，愤怒者谓之奋兵，兵奋者败。利人土地或保者，谓之贪兵，兵贪者破。是国家之大，今民人之众，欲见威于敌者，谓之骄。兵兵骄者灭，此武者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奸者匈奴常有，善意所得汉民者奉归之，未有犯于边境，虽征屯田车师不足至意中。今闻诸将军欲新兵入其地，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。今边郡困乏，父子共犬羊之求，食草来之时，常恐不能自存，难以动兵。军旅之后，必有凶年，言明以其愁苦之气，伤阴阳之和也。出兵虽胜，犹有后忧，恐灾害之变因此已生。今郡国守相多不识犬，风俗犹薄，水旱不食。按今年纪，子弟杀父兄，妻杀夫者，凡222人。臣愚以为此非小便也。P.G. 983，今左右不忧此，乃欲发兵报先界之愤于远夷，待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愿陛下与平昌侯、乐昌侯、平恩侯及有事者详议乃可。
上从乡言而止。乡民一惊，有诗法，好官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。今义志，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。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，及贤臣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等所言，奏请施行之，曰臣闻。民主在上，贤辅在下，则君安于而民和睦。臣相信的备位不能奉民法广教化礼四方以宣圣的。民多被本屈末，或有饥寒之色，为陛下之忧，臣相罪当万死。臣相之能浅薄不明，国家大体民用之宜，为民忠使，未得所由。妾服官先帝圣的仁恩之后，勤劳天下，垂义黎庶，忧水旱之灾，为民贫穷发仓。领朕乏味，浅见大夫博士巡行天下，查风俗，举贤良，平冤。欲官盖交道，省诸用，宽租赋，持山泽波池，静卧马孤酒煮。饥所以周急济困，未安源源，便利百姓之道甚备。臣相不能。昔臣昧死奏故事诏书凡23事，臣谨按王法必本于农而务。积聚量入至用以备凶灾，王六年之序尚未之急。元鼎三年，平原、渤海、泰山、东郡普被灾害，民饿死于道路。2010部，欲虑其难，始至于此，赖明召朕救，乃得蒙更生。今岁不登，古报腾勇，林秋收敛犹有法者，至春恐甚，往以相续。西羌魏平师旅在外，兵革相承，臣妾寒心，以早图其备。为陛下留神元元率由先帝圣的一府海内，上施行其策，又数表采异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，曰：臣相信的备元奉职不休，不能宣广教化，阴阳为何哉？害未习，就在臣等。臣闻亦曰：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四时不特，圣王以顺动，故刑罚轻而民服。天地变化，必由阴阳，阴阳之分，以日为纪。日冬夏至，则八风之蓄力，万物之性成，各有常直，不得相干。东方之神太昊成阵 ，TG 984，直归思春。南方之神炎帝成离直横思夏。西方之神少昊成对直举思秋。北方之神颛顼成坎直权思冬。中央之神黄帝成坤艮直绳思夏土。思五帝所思各有时也。东方之卦不可以至西方，南方之卦不可以至北方。春辛兑至则箕，秋辛震至则华，冬辛离至则泄，夏辛坎至则薄。明王景于尊天，甚于养人，故立西河之官矣。成四时，节受民事，君动静以道，奉顺阴阳，则日月光明，风雨时节，寒暑调和，三者的序，则灾害不生。五谷熟，丝麻穗，草木茂，鸟兽波，民不夭疾，衣食有余。若是，则君尊明说，上下王愿，政教不违，礼让可兴。夫风雨不时，则伤农桑，农桑伤则民饥寒，饥寒在身，则亡廉耻，寇贼奸鬼所由生也。臣愚以为阴阳者，王室之本，群生之命，自古贤圣未有不由者也。天子之意，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。高皇帝所述书，天子所服第八曰：大业者臣张受诏长乐宫，曰令群。臣亦天子所服，以安治天下。相国陈和、御史大夫陈昌景宇、将军陈琳、太子太傅陈通等亦春夏秋冬天子所服，当法天地之术，中的人和。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，下级诏民，能法天地，顺四时以治国家，身亡或殃，年寿永救，侍奉宗庙安，天下之大礼也。臣请法之。中业者赵尧举春，李顺举夏汤。
举秋共于举冬，四人各执一时。大业者相张奏制曰：可。孝文皇帝时，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，赐孝帝立田及霸。君卒，此死事者颇非时节。御史大夫晁错时为太子加令，奏言其状。丞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，然而灾气未袭，妾恐诏令有为何当时者也。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，各主一时，时至明言所执，以合阴阳，天下幸甚。相恕臣便宜，上纳用焉。相敕愿使暗示郡国及秋告从加骸至府，折白四方一文，或 PG 985。有逆贼风雨灾变，郡不上，相折奏言之。十丙吉为御史大夫，同心辅政，上皆重之。相为人言义，不如吉宽。逝世九岁，神。爵三年薨，谥曰献侯。子弘嗣，甘露中有罪，削爵为关内侯。丙吉字少卿，鲁国人也。至律令，为鲁御史。积功劳，稍迁至廷尉右监。做法师官，归魏州从事。武帝末，巫蛊事起，即已故廷尉监征，召至巫蛊郡抵御。十宣帝生数月，以皇曾孙作为太子世系，即见而怜之。又心知太子无事时，重爱曾孙无辜，即则谨厚女徒，令保养曾孙，至贤造储。及至巫蛊事，连岁不绝。后元二年，武帝即往来长阳，武作公忘弃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，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关照狱系者王清，众一切皆杀之。内业者令郭穰夜到郡抵御，及闭门拒使者不纳，曰：皇曾孙在，他人亡孤死者犹不可，况亲曾孙乎？相守至天明不得入，穰还以闻因何奏疾。武帝亦悟，曰：天使知也，应赦天下。郡抵御系者独赖疾的生，恩及四海矣。曾孙病己不全者数焉，及数赤保养如母家之医药，是欲甚有恩惠，以私财物给其衣食。后即位车骑将军军事令，迁大将军长史，霍光甚重之，入魏光禄大夫给事中。昭帝崩，吴四大将军光潜及银昌邑王贺。贺即位，以行淫乱废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亦所立，魏定即奏纪光曰：将军是孝武皇帝，受强保之属，任天下之。纪孝昭皇帝早崩王嗣，海内忧惧，欲即闻嗣主发丧之日矣。大夷立后，所立其人，复以大夷废之，天下莫不服焉。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，在将军之一举，妾服听于众数，察其所言。诸侯宗室在位列者，未有所闻于民间也。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明病已在掖庭外家者，及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，至今十八九，以通经术，有美才，行安而结合。愿将军强大义，参以师归，起一褒显，先使入室，令天下昭然知之，然后决定大策天下。 PG986幸甚，光览其意，遂尊立皇曾孙，遣宗正刘德与及迎曾孙于掖庭。宣帝初即位，赐即爵关内侯。即位人身后不乏善，自曾孙遭遇，即爵口不到前恩，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。帝节三年，立皇太子，即位太子太傅，数月迁御史大夫。即获侍诸上公卿正省尚书事。是时夜廷公毕则令民夫尚书自陈常有阿宝之功，张下夜廷令拷问，则此引使者丙吉之状。夜廷令将则意欲食服以示吉，吉是谓，则曰：汝常作养皇曾孙，不仅都吃，汝安得有功？独未成胡祖淮阳郭征卿有恩耳。
分别奏祖等供养劳苦状，召集求祖、征亲已死有子孙，接受厚赏。赵免则为庶人赐钱十万，上卿见问，然后知己有救恩而终不言。上大贤之至赵丞相，正为藐时，御史大夫及与朕有救恩，觉得冒烟。师部云呼王德不报，其封即魏博阳侯1300户。铃铛封即疾病，上将使人加身而封之，及其生存也。上忧及疾不起，太子太傅夏侯胜曰：“此未死也。”臣闻有应得者，必享其乐以及子孙。今即为祸报而极甚，非其死及也。后病果愈，即上书故辞，自臣不宜以空名受赏。上报曰：“朕之封君，非空名也，而君上书归侯印，是显朕不得也。方今天下少事君，其专精神，省思虑，尽医药，以自持。”后五岁，代魏襄未成。襄即本起欲伐小吏，后学师礼，皆通大义。即居襄，魏上宽大，好礼让。愿时有罪赃，不称职，则与长修告终。无所暗厌，客或谓即曰：“君侯为汉襄，皆立成其私，然无所成爱。”即曰：“夫以三公之福，有案例之名，无窃漏焉。”后人待即因以为故事，公府不案例，自己使余官属院使误眼过阳善，即欲立其酒，数不当，常从疾。初醉偶丞相车上，西曹主立白玉斥之，即曰：“以罪保之师。” PG 987。去世，使此人将复何所容？西曹帝忍之，此不过乌丞相车因耳，遂不去也。此欲立边郡人，袭之边塞发奔命警备事，常出。事见一骑持赤白囊，边郡发奔命书持来至，欲立因随一骑至宫，车次取之鲁入云中，待郡俱归府见及白状，因曰：“孔鲁所入边郡2000石，常立有老病不认兵马者，已可遇事。”极善其言，赵东曹岸边常立，所科调其人，未以赵赵丞相御史问以鲁所入郡吏及俱对，御史大夫卒俱不能降之，以得遣让。而即见魏幽边司职欲立立也，即乃叹曰：“是王不可容，能各有所长，相使丞相不先闻欲立言，何见劳勉之有？”愿使由是亦贤疾，即又常出，逢清道群斗者，死伤横道，即过之不问。愿使独怪之，即前行，逢人逐牛，牛喘吐舌，即止住，使其立问。逐牛行即离矣。愿使独为丞相前后施问，或以积极，即曰：“云斗相杀伤，长安令今赵尹直所当尽被逐捕，遂进丞相，克其殿罪，奏行赏罚而已。宰相不轻小事，非所当于道路问也。方春少阳用事，未可大热，恐牛进行，用暑固喘，磁石气失节，恐有所伤害也。”三公点调和阴阳，直当忧，是以问之。愿使乃服以及之大体。五凤三年春，即病笃，上自临问疾，曰：“君疾有不讳，谁可以自代者？”即辞谢曰：“群臣行能，民主所知，于臣无所能事。”上顾问，即顿首曰：“西河太守杜延年名于法度，小国家故事，前为九卿十余年，今在郡治有能名，平位于定国，直县降平，天下自以不冤。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，敦后被于行。是此三人能皆在臣右，为上察之。”上以疾言皆是而许焉。即即薨，御史大夫黄霸为丞相，征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，会其年老，起骸骨，并免，以廷尉于定国代为御史大夫。黄霸薨而定国为丞相，太仆陈万年代定国为御史大夫，居位皆称。
DG 988，直上称即位之人。即薨是约定侯。子显嗣甘露中有罪，削爵为关内侯官，至位为太仆。时贤少为诸曹，常从祠高庙，至系生日，乃使出取斋衣。丞相即大怒，谓其夫人曰：“宗庙至重，而显不敬，甚王无爵者必贤也。”夫人未言，然后乃以及中子与渭水、衡都尉、少子高尉、中垒校尉。元帝时，长安侍武尊上书言：“臣少时为郡邸小吏，切见孝宣皇帝以皇曾孙在郡邸狱。是时，治狱使者丙吉见皇曾孙遭离无辜，及人心感动，涕泣七策，选择父作狐族仰视皇孙，即常从。臣尊日在侍卧庭上，后遭条狱之诏，及汉惧大难，不必严行郡法，既遭大赦，即未守成，谁知皇孙不当在官，使谁如遗书金兆尹，前与胡祖俱送金兆尹，不受父还，及祖日满当去，皇孙思慕，即以思前故祖，令刘与郭辉亲病养数月，乃遣祖去。后少内色肤白，即曰：“时皇孙王诏令，食即得食米肉，月月以给皇孙。即及时病，则使臣尊朝夕请问皇孙，是省袭入造师。后四祖徽卿不得令臣夜去皇孙熬荡，数奏干脆食物，所以涌泉神灵，成御圣功，功德已无量矣。时起御之天下之福，而缴其报灾，成其仁恩内结于心也。虽借之推戈击矣，存君不足以比。”教宣皇帝时，臣上书言状，幸得下级即迁让，不敢自罚，删去陈词，专归美于祖徽卿。祖徽卿皆已受田宅赐钱，即封魏博阳侯。臣尊不得比祖徽卿，臣年老居贫，死在旦暮，狱中不言，恐使有功不着。及子显作为文夺爵位官，内侯陈余以为宜复其爵意，以报先入功德。先是，显位太仆十余年，与官属大尉兼吏赃千余万，私立校尉昌案何罪，治不到，奏请逮捕。上曰：“故丞相即有救恩，朕不忍绝。”免显官，夺邑四百户。后复以为城门校尉，显卒子昌嗣爵官内侯。 DG 989，成帝时修废宫，以及救恩尤重。弘嘉元年，制诏丞相御史，盖文包功德即爵统，所以崇宗庙，广贤圣之路也。故伯杨侯即以救恩有功而封，今其四爵，朕甚怜之。夫善善及子孙，古今之通矣也。其封及孙中郎将、关内侯昌魏伯阳侯，奉及后伯爵32岁，父续云昌传子至孙王莽时乃爵，赞曰：“古之至明，必由相类，远取诸物，近取诸身。故今魏君魏元首，臣为古公，明其一体，相待而成也。是故君臣相配，古今常道，自然之事也。”晋官汉乡高祖开基萧曹魏冠孝宣中心丙未有生，是时处置有序，种植修理工，卿多称其位，海内心与礼让，揽其行事，岂须乎哉。 DG 990卷75，虽两夏侯经义礼传第45，虽弘自孟鲁国波人也，少时好侠，斗鸡走马，常乃便捷，从营公受春秋，以明精卫一郎，制服节令。孝昭元凤三年正月，泰山来吴山南兄，兄有数千人生，名是之。有大石自立，高丈五尺，大48围，入地深8尺，三石未足。石立后有白屋数千，下及其旁。是时倡议有枯舍木卧，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，亦自立生，有重石树叶成文字曰：“公孙病已立，孟推春秋之意，以为石柳
皆因类下明之象。太善者代宗之月，王者亦信告代之外。今大时自立，将柳复起，非人力所为，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。呼射目复生，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。孟义亦不知其所。在即说曰，先师董仲舒有言，虽有祭体守文之君，不害圣人之受命。汉家尧后，有传国之运。汉帝疑谁插天下，求所贤。人禅以地位而退，自封百里。如因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。孟时有人内官常赐上此书。时昭帝佑大将军霍光秉政，恶之下其书廷尉。奏赐孟望设敖言惑众，大逆不道，皆服诛。后五年，孝宣帝兴于民间，即位征孟子卫郎。夏侯始昌，鲁人也，通五经，以其师尚书教。少自董仲舒、韩婴死后，武帝的始昌甚重之。始昌名于阴，阳先言伯梁台灾曰：“至其日果哉？”时昌亦亡以少子爱，上未选师，始昌为太傅，年老以寿终，祖子盛义已如显明。夏侯胜自长公。初，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，别属。PG 991，大和大和后更名东平，故胜为东平人。胜少孤，好学从史。昌受尚书及弘范五行传，说灾异。后世兼清，又从欧杨氏问，未学经熟，所问非易师也。善说礼服，征魏博士光，陆大夫。会昭帝崩，昌邑王嗣立，庶出。盛当成于前谏曰：“天久因而不语，臣下有谋上者，陛下出欲何之？”王怒，谓盛谓敖言：“辅以属吏，立白大将军霍光，光不举法。”是时，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。光让安世以为谢与安世时，不言。乃召问圣，圣对言：“在弘范传曰，皇之不及，绝伐长阴，实则下人有伐上者，恶察察言，故云臣下有谋。”光安氏大惊，以此议众经术士。后十余日，光族与安氏白太后，废昌邑王，尊立宣帝。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，太后省政疑之。经术白令圣用尚书授太后。迁长信少府，赐爵关内侯，以与谋废立，定策安宗庙一千户。宣帝初即位，欲褒先帝，召丞相御史曰：“朕以渺身蒙夷的成圣业，奉宗庙，夙夜为念。”孝武皇帝公人夷，立威武，北征匈奴，单于远巡，南平低羌、昆明、欧洛两月东定会。和朝鲜扩地赤境，立郡县，百蛮律服，款塞自治，真共臣。于宗庙，谐音律，造乐歌，建上帝，封泰山，立明堂，改正朔。一服色，明开圣序，尊贤显功，兴灭继绝包周之后。备天地之理，广道术之路。上天暴旷，福瑞并应，宝鼎出，白灵祸。海啸巨鱼，神人并见，山称万岁。功德茂盛，不能尽宣而妙。乐未称，震慎道焉。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，于是群臣大议庭中，皆曰：“宣如诏书。”常信少府圣读曰：“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赤境之功，然多杀士众，劫民财力，奢太王度，天下虚耗，百姓流离，勿顾者半。”蝗虫大起，赤地数千里，或人民相食，蓄积至今未复。王德则于民，不宜为立庙乐。公亲共南圣曰：“此诏书也。”圣曰：“诏书不可用也。”人臣之。PG 992，宜直言正论，非苟阿意顺旨。意已出口，虽死不悔。于是丞相议，御史大夫广明合奏圣非议诏书，毁先帝不道极。丞相常使黄八纵圣，不举何惧下狱。
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，为世宗庙奏圣的文史，五行之五，天下世事献纳，以明圣德。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49皆立庙，如高祖、太宗焉。圣霸祭酒戏，霸欲从圣受惊，圣辞以罪死。霸曰：“朝闻道戏死可矣。”圣贤其言，遂受之。戏在更东讲论。吴代至四年夏，关东49郡同日地动，或山崩，坏城郭室屋，杀6000余人。上乃素服，避正殿，遣使者调问吏民，赐死者官钱。下诏曰：“盖灾异者，天地之戒也。朕承鸿业，托世民之上，未能和群生。狼者地震北海，狼邪坏祖宗庙，震甚巨焉。其与列侯，众2000石，不问术士，有以应变古镇之缺，无有所会，因大赦。圣初为谏大夫，给侍中，罢为扬州纳吏。圣为人质仆守正，简易王威仪。见时为上卫君，勿相自娱。前上亦以是亲信之。常见出道上语，上闻而让圣。圣曰：“陛下所言善，臣固扬之。谣言不于天下，至今见讼，臣以为可传，故传耳。”朝廷没有大义，上知圣素直，谓曰：“先生通正言，无成前事。圣父未尝信少府，迁太子太傅。受诏撰尚书、论语说，赐黄金百斤，年90卒官，赐种银，葬平陵。太后赐钱200万。为圣素服5日，以报师父之恩，儒者以为荣。”是圣美讲授，常谓诸生曰：“是病不明经术，经术苟明，其取亲子如辅食地戒耳。学经不明，不如归耕。”圣从父子见字长卿，字师事圣及欧阳高，左右采获，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，千银以赐章句，据文士 PG 993。说圣妃之曰：“见所谓章句小如破碎大道，见亦非圣位，学书略难以应敌。见足自专门明经，为一郎国士至太子少傅。圣子兼为左曹太中大夫，孙尧至长信少府，司农鸿胪，曾孙波郡守，周穆长乐少府。圣同产弟子赏为梁内史，梁内十子定国为豫章太守，而见子千秋亦为少府，太子少傅。金房字君明，东郡顿丘人也。志意是梁人交延寿，延寿自干，干贫贱，以好学的姓梁王。梁王供其资用，令及义学，继承魏郡使，察局补小黄令。以后司先知兼协盗贼部，得发安养吏民，化刑县中，举罪当迁，三老官署尚书院留干。有诏许增至留，卒于小黄。干常曰：“得我道以亡身者，必经生也。”其说常于灾变，分64卦，更值日用事，以风雨寒温位后，各有战宴，防用之由金，好中律之阴生。初元4年，以孝廉为郎。永光见昭奸，西羌反，日食右九卿王光，因物不惊。房树尚书先言其将然，近数月远一岁，所言履中，天子说知。树召见问，房对曰：“古帝王以功举贤，则万化成瑞应者，莫是以毁誉取人，故功业废而致灾异。宜令百官各事其功，灾异可袭。”召使房作其事。房奏考功课立法，上令公卿朝臣语。房会议温室，皆以房言繁碎，令上下相思，不可许。上亦相知。时部刺史奏事京师，上召见诸刺史，令房小以客事，刺史复以为不可行，为御史大夫郑思、光禄大夫周刊出言不可，后善知。是时中书令史显专权，显有人五路冲宗为尚书令，与房
同经论义相非。二人用事，房常厌见，问上曰：“忧立之，君何以为？所任者何人也？”上曰：“君不明，而所任者巧佞。”房曰：“知其巧佞而用之邪，将以为贤也。”上曰：“贤之。”房曰：“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？”上曰：“以其。” PG 994。时乱而君为知之。房曰：“若是，任贤必治，任不孝必乱，必然之道也。忧立何不觉悟而更求贤？何未足任不孝以至于？”是。上曰：“凌乱之君各贤其臣，令皆觉悟，天下安得为王知君？”房曰：“齐桓公、秦二世亦常闻此君而非孝之。然则润树袭赵高，政治日乱，盗贼满山，何不以忧立薄之而绝悟乎？”上曰：“唯有道者能以往之来耳。”房因免官顿首，曰：“春秋纪242年灾疫，已是万世之君。今陛下疾，未以来日月失明，星辰逆行，山崩泉涌，地震时陨，夏霜冬雷，春凋秋荣，陨霜不杀，水旱鸣虫，民人饥疫，盗贼不惊，行人满室，春秋所记灾疫尽备。陛下是今未治邪乱邪？”上曰：“亦即乱耳。”上何道？房曰：“今所任用者谁与？”上曰：“然信其欲与彼，又以为不在此人也。”房曰：“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，臣恐后之是今，由今之是前也。”上良久，乃曰：“今未乱者谁哉？”房曰：“明主一字知之。”上曰：“不知也，如之何故用之？”房曰：“上罪所信任与徒事，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事者是矣。房只为实显，上亦知之。”谓房曰：“以欲。”房罢出，后上令房上弟子小之考功课立事者，欲试用之。房上中郎任良、姚平愿以为刺史，试考功法，陈得通缉殿中，未奏事，以防拥塞。实显、五路冲宗皆及房，欲远之。谏言一事以防魏郡守。元帝于是以防魏魏郡太守至810居，得以考功法治郡。房自请愿吴蜀刺史，得除用他郡人，自帝立千石以下，遂进城传奏事。天子许焉。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，内与石显、五路冲宗有隙，不欲远离左右，即为太守忧惧。房已见昭二年二月朔拜，上封事曰：“辛酉以来，农气衰去，太阳精明，臣独欣然，以为陛下有所定也。然少因背立而成消息，臣疑陛下虽行此道，由 PG 995不得如意，臣妾道具。”守阳平侯奉御见未得至己卯，臣拜位太守。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。臣出之后，恐必为用事所避，身死而功不成，故愿遂进城传奏事，蒙哀见许。乃星四蒙气，复成卦，太阳青色，此上大夫复阳而上亦已也。以卯庚辰之间，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成传奏事者。房未发，上令阳平侯奉承至赵房，只无成传奏事。房亦欲恐去至清风，因由上封事曰：“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故孝法曰：道人使去，寒涌水未灾，至其七月，涌水出。臣弟子姚平谓臣曰：房可谓知道，未可谓通道也。房言灾异，未尝不忠。今涌水已出，道人当遂死，上复何言？”臣曰：“陛下至人于臣游后，虽言而死，臣游言也。”平又曰：“房可谓小忠，未可谓大忠也。习秦时赵高用事，有正先者，非刺高而死，高威自此成，故秦之乱，正先去之。今臣得出守郡，自轨孝公，恐未孝而死，唯陛下无使臣塞涌水之意，当正先之。”
此为尧平所效。房至闪复上风誓曰：乃丙戌小雨，丁亥蒙气去，然少。因病历而成消息，戊子亦甚，到午时分，蒙气复起。此陛下欲正消息，杂卦之党病历而争，消息之气不生。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。己丑夜有孩风，近辛卯，太阳复青色，至癸巳日。月相薄，此邪因同历而太阳未之已也。臣前百九年不改，必有兴亡之意。臣愿出任粮食考功，臣的居内，兴亡之意可去。意者之如此，于身不利，臣不可避，故允使弟子不若是师。臣未赐，使又当奏事，故复云未赐时，恐太守不与同心，不若以为太守。此其所以隔绝臣也。陛下不为其言而遂听之，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。臣去朝稍远，太阳青色亦甚，为陛下无难。还臣而亦逆天意。邪说虽安于人，天气必变，故人可期，天不可期也。愿陛下察焉。房去月余，竞争下狱。PG 996。初，淮阳献王就张伯从房受学，以女妻房。房与相亲，美。朝见则为博道其语，以为上意欲用防疫，而群臣恶其害己，故为众所排。伯曰：淮阳王上亲帝，敏达好政，欲为国忠。今欲令王上书求入朝，得左住房。房曰：得无不可。伯曰：前楚王朝见事，何谓不可？房曰：中书令时显上书令五路军相与合同，巧佞之人也，是县官十余年。即丞相为侯，皆九王补于民，可谓王公矣。此犹不欲行考功者也。淮阳王及朝见，劝上行考功，是善。不然，但言丞相、中书令任事，久而不至，可修丞相，以御史大夫郑弘代之，迁中书令至他官。以勾顿令徐厉代之，如此防考公事的施行矣。伯惧从防计，诸所说灾异事，应令防卫淮阳王作求朝奏草，皆持节与淮阳王，实显为私惧之之，以防亲近，未敢言。即防出守郡，显告防与张伯通谋，废谤政治，归恶天子，刮误诸侯王，与在县王传。初，房见道忧，立誓出为御史大夫郑弘言之。房伯皆弃事，弘作免位庶人。房本姓李，推律自定位京师，死时年41。义奉自少君，东海下邳人也。至其师与萧望之、匡衡同师，三人经术皆明。衡为后进，望之师之正事，而奉敦学。不是好律历阴阳之战，元帝初即位，诸如见之，征代召唤者，属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。十平昌侯王陵以宣帝外属事中，称赵欲从奉学其术，奉不肯语言，而上封事曰：臣闻之于师，治道要务，在之下之邪政，人丞相政虽于未用，若乃怀邪之意未害。之下之术，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。北方之情好也，好行贪狼，身子主之；东方之情怒也，怒行阴贼，害卯主之。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，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，二阴并行，是以亡者忌子卯也。礼经必知春秋会焉。南方之情恶也，恶行连贞，寅午主之。西方之情喜也，喜情宽大，以有主之，二阳并行，是以亡者。 PG 997。吉无有也，诗曰：吉日庚午，上方之情乐也，乐行奸邪，臣为主之。下方之情哀也，哀行公正，虚丑主之。臣未属阴，虚丑属阳，万物各以其类应。今陛下名圣虚静以待物，至万事虽重，何
何闻而不欲？岂况乎执十二律而欲六情？予以知下餐食，亦甚忧矣。万不失一自然之道也。乃正月癸未日，加申有暴风从西南来，未主奸邪，申主贪狼，风以大阴下底。见前世人主左右邪臣之气也。平昌侯比三来见臣，皆以正臣。加邪时，臣未克，时未主人。以律之人情，王者之密道也。于臣诚不敢以与邪人。上以奉为中郎，召问奉来者以善日邪时，属与邪日善。时奉对曰：施法用臣不用日，臣未克，时未主人。见于民主，逝者为主人。臣正时邪，见者正，逝者邪。臣邪时正，见者邪，逝者正。中正之见，逝者虽邪，臣时俱正。霸邪之见，逝者虽正，臣时俱邪。即以自知逝者之邪，而时邪臣正，见者反邪；即以自知逝者之正，而时正臣邪，见者反正。臣未尝试，时未一行，臣书而时经，其效同工，必参五官之，然后可知。故曰：察其所由，省其进退，参之六合五行，则可以见人性，知人情。难用外察，从中甚明，故师之未学情性而已。五性不相害，六情更心肺。惯性以利，观情以律，民主所宜独用，难与二人共也。故曰：显诸人，脏诸用，戮之则不神，独行则自然矣。唯奉能用之，学者莫能行。是岁关东大水，郡国十一畿，亦尤甚。上乃下诏江海皮胡元池熟少府者以价平民，勿租税。损大官善，检阅府员损愿马诸官管西欲信者勿善治。太仆少府检食古马水衡省食肉兽。明年二月戊午地震，其下刘地人相识。七月即有地复震。上曰：盖闻贤圣在位，阴阳和，风雨时，日月光，星辰静，黎庶康宁，考中绝命，金正共成天地，托于公侯之上。 PG 998。民不能逐，德不能衰，灾疫病真，连年不息。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陇西郡，回落太上皇庙殿闭幕式，坏败到县城郭官四级。民事屋燕杀人众，山崩地裂，水泉涌出。一年地在动，天为降灾，震惊震宫，至有大亏，就至于此。宿夜惊惊，不通大便，身怀欲道，未知其序。彼年不登，圆圆阴乏，不生饥寒，以现行辟震甚敏焉，惨达于心。以照例虚仓岭，开府臧，震旧平。明群思其貌，思天地之界，犹可捐除减省，以便万幸者各条奏。昔一臣朕过失，民有所惠，因赦天下，举直言极谏之事。奉奏封事曰：臣闻之于诗曰：天地设位，悬日月不星辰，分阴阳，定四时，列五行，以示圣人。民之曰道，圣人见道，然后知王治。知相故化周土，见君臣，立律立，臣成败，以示贤者，明之曰经。贤者见经，然后知人道之物，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。亦有阴阳，诗有五季，春秋有灾疫，皆列中史，推得诗考天心，以言王道之安。为至情乃不说，伤之以法，是以大道不通，至于灭亡。金币夏明盛身怀要道，竹林万方，不得留会，米有缺疑。罢省部及之用，朕就困贫，赴医药，赐官钱，恩泽甚厚。又举直言，求过失，圣德纯备，天下幸甚。臣奉妾学其诗，闻五季之要，十月之交篇之日时，地震之效昭然可明，由潮居之风，血楚之雨，亦不足多，是所习耳。
臣闻人气内逆，则感动天地。天变见于心气日时，地变见于其物震动。所以然者，阳用其精，阴用其形，由人之有五脏六体，五脏向天，六体向地。故脏病则气色发于面，体病则现身动于貌。今年太阴见于甲戌，绿以庚寅出用事，利以甲午从春。地中甲庚，利得参阳，性中仁义，勤得公正贞廉，百年之精岁也。正以精岁，本守王位，日临终时皆绿而地大震，其 PG 999。后临月九阴，虽有大令，犹不能复，阴气盛矣。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名亲亲，必有异姓以名贤贤，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。同姓亲而异姓，异姓疏而难通，故同姓一，异姓五，乃谓平均。今左右王同姓，独以旧后之家为亲，异姓之臣又疏。二后之党，满朝非特储位，是由奢贱过度，吕或上官足以国之甚。非爱人之道，又非后嗣之长策也。阴气之盛，不亦宜乎？臣又闻未央、建章、甘泉、公才人各以百数，皆不得天性。若度陵园，其以遇见者，臣子不敢有言。虽然太皇太后之事也，及诸侯王元与其后宫，一味设园出其过制者，此损阴气应天就邪之道也。今意志不阴，灾将随之。其法大水即阴生阳，反为大旱，甚则有火灾。春秋宋伯姬是矣。为陛下裁察，明年夏四月以未，孝武元白鹤管灾。奉子以为中，上书曰：臣前上五季地震之孝，曰即阴生阳，恐有火灾，不合明听。未见沈达，臣妾内不自信。今白鹤管以四月以未，时加于卯月速抗灾，与前地震同法。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。不生全权，愿复赐坚，足其忠始。上复言问以得失，奉以为祭天地于云阳焚阴，及诸寝庙部，以亲书叠毁，皆繁废为古制。右宫是院右，设太南宫已故。民困国虚，王累年之序，所由来久不改其本，难以莫正，乃上书曰：臣闻习者盘庚改易以兴阴道，圣人美之。妾闻汉的隆盛，在于孝文皇帝宫刑节俭，外省徭役，其实未有甘泉、建章及上临终诸离宫管也。未央宫又无高门、舞台、麒麟、凤凰、白虎、玉堂、金华之殿，独有前殿、曲台、建台、宣室、温室成名。二孝文欲作一台，度用百金，众民之财，废而不为，其积土积至今犹存，又下遗诏不起山坟，故其实天下大和，百姓恰足得留后嗣。 PG 1000。如令处于当今，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。天道有常，王道王常，王常者所以应有常也。必有非常之主，然后能立非常之功。臣愿陛下喜都于成周，左据成皋，右足渑池，前襄嵩皋，后借大河建荥阳，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，而入敖仓。地方百里者八九，足以自娱。东掩诸侯之权，西远羌胡之南，地下共以王位按成周之居，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后，常为高宗。汉家交赵秦庙祭祀之礼多不因古，臣奉承南胆居而改作，故愿陛下迁都正本，众志皆定。王父善治公管不及之费，遂可于一年之序。臣闻三代之祖积德以亡，然皆不过数百年而绝。周至成王，有上贤之才，英文武之业，以周赵魏府有司各尽其事，在位莫非其人。天下府二世耳，然周公犹作诗，书申诫成王，以恐失天下。书则曰：王无若因王纣。其诗则曰：
因之为丧失克配上帝。夷坚于殿，郡命不易。今汉初，取天下起于丰沛，以兵征伐，德化未洽，后世奢侈国家之。废当数代之用，非直废财，又乃废事。孝武之事，报古四夷，不可胜数。有天下虽未久，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，虽有成王之名，然王周赵之左。今东方连年饥馑，加之以及一百姓菜色或至相食，地比震动，天气混浊，日光倾夺。由此言之，执国政者岂可以不怀怵惕而借万分之意乎？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喜都，所谓与天下更时者也。天道终而复始，穷则反本，故能延长而亡穷也。今汉道未终，陛下本而使之，予以永世言，作不亦忧乎？如因丙子之梦下，顺太阴以东行，到后七年之明岁，必有五年之余序，然后大行考试之礼，虽周至隆盛，亡以加此，为陛下留神，详察万事之策。书奏天子议其意，答曰：问奉金元庙有期，云东喜状何如？奉对曰：袭成王喜落，班更迁殷，其所必就皆毕。 PG 1001，下所明之也，非有圣明，不能一辨天下之道。臣奉于干狂惑，为陛下采赦。其后共与一言当定牒回礼，上遂从之。即匡衡为丞相，奏喜南北郊，其意皆自奉发之。奉以中郎为博士，谏大夫年老已寿终，子及孙皆已学，在儒官。李寻字子长，平陵人也，至尚书，与张如、郑宽中同师，宽中等首师法教授。寻读好弘范灾异，又学天文月令阴阳。是丞相翟方敬，方敬亦善为亲历，除寻未立，数为翟侯。言氏必就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，后遇寻事时多灾，亦根辅政，数须己问寻。寻见汉家有中衰恶会之象，其意矣。未且有洪水未灾，乃说根曰：书云天聪明，盖言子宫及书通为地纪，太为四门广开大道，五经六纬尊数显示，一张书布竹林四海，少为处事，未比未府，故次第庭，女工在后，圣人成天闲闲异色取法于此。天官上相上将，皆专面正朝，忧则慎重，要在的人，得人之效，成败之机，不可不免也。习秦穆公说见之言，任意义之勇，深受大入，社稷己亡，悔过自责，思为皇发，任用百里奚、足伯西域，得列王道。二者祸福如此，可不慎哉？夫士者，国家之大宝，功名之本也。将军一门九后二十朱伦，汉兴以来，臣子贵盛未尝至此。夫物盛必衰，自然之理。唯有贤有强辅，庶几可以保生命，全子孙安国家。书曰：立向日月清晨，此言仰视天文，俯察地理。观日月敲袭，侯星辰行伍，魁山川变动，参人民遥俗，以治法度考祸福，举措悖逆，就败将至，征兆未知先见，民君恐惧，修正侧身不问，转祸未服，不可救者即续备以待之，故设 PG 1002。既亡忧，切见亡者赤黄四塞，地气大发，动土结民，天下扰乱之争也。彗星争鸣，数雄未竭，大寇之营也。此二者已颇效矣。成中俄沿大水奔走上城，朝廷惊骇，女孽入宫，此独未效。兼折重以水泉涌溢，庞公却仍出。月太白入东井，犯积水缺天渊，日数战于吉阳之色，雨气成功，起风积云，又错以山崩地动，何不用其道？
圣东雷电，乾隆未念，既以陨星流会为田上见，日时有备乡，此一高下一居，洪水之争也，不忧不改。洪水乃欲荡涤，流会乃欲扫除，改之则有年亡其，故熟者颇。有变改，小扁斜滑，日月光金，时雨气应，此皇天佑汉王矣也。何况至大改之，宜及国求幽隐，拔擢天士，任以大职。诸踏荣宁产，暴虚求尽，乃用残贼酷虐文者，若此之徒，皆及善增中，坏天文，败地理，踊跃谐音，战逆太阳，为主结怨于民，已以时废退。无当的居位，诚必行之，凶灾消灭，子孙之福不悬日而至。正，至感阴阳，有铁炭之低昂，见效可信者也。及诸蓄水连泉，物通利之，修旧提防，省池泽税，以助损谐音之盛。按形势考，变异讹言之效，未尝不至。请征韩放、愿州场、王望可与图之，相于是见寻。而帝初即位，赵寻代赵黄门，始是中尉未复。喜问寻曰：“兼者水出地动，日月失度，星辰乱行，灾异仍重。”吉言无有所会。寻对曰：“陛下圣德尊天敬地，为命众民道具变异，不忘书见之。臣信使众臣临问，于臣不足以奉明诏。切见陛下新即位，开。”罢民除忌讳，国言民事，你不并进。陈寻为碑数浅，过随众。贤代诏，时太官一御府九屋御堂之属。彼的召见，王以自孝。复特见言问至诚，自以逢不世出之命，愿结于心，不敢有。PG 1003。左臂竖肌万分有一可采。为气虚于之间，溯流古言，考之文理，机智五经，回之圣意，以参天心。夫变异之来，各应象而至，臣谨调臣所闻。亦曰：现象者明，莫大乎日月。夫日者，众阳之常，辉光所逐，万里同轨，人君之表也。故日将旦，清风发，群阴符，君以临朝，不迁于色。日出出，言以阳，君登朝，宁不行，终直进，不避障。日中辉光，君的圣名，大臣奉公。日将入，专以衣，君旧房，有长节。君不修道，则日失其度，暗昧亡光。各有云位，其于东方坐，日出出时，阴云邪气起者，法位迁于女夜，有所畏难。日出后，为近臣乱政。日中未大，臣欺污；日且入，为妻妾一时所淫。兼者日游不惊，光明清夺，失色邪气耳泥数座。本起于臣，相连至昏，其日出后至日中。兼差谕：小臣不知内事，妾以日是陛下至操，衰于始出多矣。其就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，伤嗣害事，不可不慎也。为必。下执干刚之的强制守度，无听女夜邪臣之态。珠宝阿如母干，言卑辞之托，断而勿听。勉强大疑，绝小不忍。良友不得已，可赐以获财，不可私以官位，成皇天之敬也。日失其光，则心臣放宽。阳不能至阴，阴节得作。兼者太白正昼惊天，仪龙德。克宫以直不轨，臣闻月者众阴之长，消息见福，百里未品，千里立表，万里连绩，非后大臣诸侯之相也。朔会正中使，贤为神莫望，成君的春夏南秋东北，兼者月数以春夏与日同道过轩，元上后受气，入太为帝庭阳光辉，犯上将近臣，列星皆失色，艳艳如灭。此为母后与政乱朝，阴阳俱伤，两不相变。外臣不知朝事，妾信天文即如此，近臣已不足障矣。屋大住小，可谓寒心。
为陛下亲求贤士，无强所恶，以崇社稷，尊强本朝。臣闻五星者，五行之精，五帝司命，应王者号令，为之节度。PG 1004。遂兴主遂事，为同守，号令所忌，今失度而胜，此君子亦欲有。所谓未得其节也。又田心不必遂兴者，后帝共政，相留于魁。楼当以义断之。荧惑往来王常、周立两公，坐太低昂，入天。门上明堂，冠伟乱宫，太白法月犯库，兵寇之应也。冠黄龙入地庭，当门而出，随荧惑入天门，至房而分，欲与荧惑未换，不敢当明堂之惊。此陛下神灵，故祸乱不成也。荧惑绝迟，宁巧一事，为言毁誉，尽类必善。太白出端门，臣有不臣者。火入室，今上堂，不以时解其忧凶。田遂相守，又主内乱。宜察萧墙之内，无及亲疏之为诸放令人，防绝萌芽以荡敌。卓会消散饥饿，无使得成祸乱。臣心主政四时，当效于四众。四时失序，则臣心作义。今出于岁首之梦，天所以遣告陛下也。正急则出早，正缓则出晚，正绝不行则福不见而未会福。四梦皆出，未易亡命。四季皆出，心家所会。今幸读出萦梦之月，拜皇天所以笃佑陛下也，宜深自改。治国故不可以欺欺，欲速则不达。今曰三载考绩，三考处置，加以号令不顺四时，既往不咎，来世之师也。兼者，春三月至大狱，时贼因利逆，恐遂小收。季夏举兵法，时寒气，应恐后有霜雹之灾。秋月行风绝，七月土势傲，恐后有雷雹之变。夫以喜怒赏罚，而不顾时境，虽有尧舜之心，犹不能治和。善言天者，必有效于人。设上农夫而欲冬田，肉坦深耕，汗出种之，然犹不生者，非人心不治，天时不得也。亦曰：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。书曰：尽受民时，故古之王者，尊天地，重阴阳，敬四时。言月令，顺之以善政，则和气可立志，犹包古之相应也。今朝停乎于十月之令，诸事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。设群下请示，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，当之征之，以顺时气。臣闻五行以水为本，其心玄武物女，天地所忌，终时所生。 PG 1005。水位准平，王道公正修明，则百川里络脉通，偏党失纲，则永义未败。书云：水曰润下，因动而卑，不失其道。天下有道，则和出图，洛出书，故和洛决意，所谓最大。今汝迎犬会皆川水飘涌，与雨水并未明害，此失所谓夜夜震变，不宁不令，百川沸腾者也。其就在于皇府卿士之属，为陛下留意世人之言，少意外卿大臣。臣闻地道柔静，应之常意也。必有上中下，其上未振，应非后不顺；中未应大臣作乱，下未应庶民离叛，振祸于其国，国君之咎也。四方中央连国力周俱动者，其意最大。兼者，关东地数镇，五星作义，意味大逆，一物重阳一阴，以救其咎。故至见微，必绝思路，拔尽阴卷，退不任职，以强本朝。夫本强则精神折冲，本弱则朝央至凶，为邪谋所临。文王者淮南王，作谋之时，其所难者独有极案，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。弘汉之名相，于今王比而尚见亲，何况王弘之属乎？故曰朝廷
亡人则为贼乱所侵，其道自然也。天下未闻陛下其策，固守之。臣也。语曰：何以知朝廷之衰？人人自贤，不务于通人，故事。临沂，马不服力，不可以驱道；士不素养，不可以重国。诗曰：己己多事，文王以宁。孔子曰：十事之义，必有忠信，非虚言也。陛下秉四海之众，曾王助干之固守文于四境，待闻之不广，取之不明，劝之不笃。传曰：士之美者善养和君，知名者善养士，中人皆可使为君子。赵书敬贤良，设小过，无求备，以博具英卷。如进士共语，以言事中切蒙尊荣，当此之时，势力身利名者多，于死之后，日日以衰。及今赵引王章，作言事诛灭，智者结舌，邪未并兴，外戚专命，君臣隔塞制，绝祭祀，女工作乱。此行事之败，诚可谓而悲也。本在积任母后之家，非一日之见，亡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。PG 1006追也。先帝大圣，身见天意昭然，使陛下奉承天统，欲矫正之也。以少意外亲，选练左右，举有德性道术通明之士，充备天官，然后可以辅圣的保帝位，成大宗。下至郎吏从官，行能往矣。义又不通一义，及博士无文雅者，宜皆使就南亩，以示天下。云朝廷皆贤才君子，予以重朝尊君，灭凶治安，此其本也。臣自知所言害身，不辟死亡之诛，唯才留神，反复复于臣之言。是时哀帝出力，成帝外家王氏未甚益处，而帝外家丁父新贵，祖母父太后尤娇字，欲称尊号。丞相孔光，大司空师，单执政见征，久之上不得已，遂免光，单而尊父太后。语在班传，上虽不从寻言，然采其语，没有非常，辄问寻。寻对吕中，迁黄门侍郎，以寻言且有水灾，故拜寻为其都尉，使护河堤。初，成帝时，其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吏，包圆太平经。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忠，当更受命于天，天地始真。人斥君子，下教我此道。忠可以教仲平、夏贺良、荣丘、丁广士、东郡郭昌等。忠累校尉刘向奏忠可驾鬼神往上获众，下狱制服，未断病死。贺良等作侠学忠可书以不敬论，后贺良等复思以相教。而帝出力，私立校尉解光义以明精通灾异的信，白鹤良等所辖中可书，是下奉车都尉刘兴，心以为不合五经，不可施行。而李寻亦好之。光曰：前心腹向奏中可下狱，心安肯通此道。时郭昌为长安令，劝寻一助鹤良等，寻遂白鹤良等接待召黄门，数召见臣说汉历中衰，当更受命。成帝不因天命，故绝嗣。今陛下九级变异吕数，天所以遣告人也。以及改元谥号，乃得延年益寿。皇子生灾异袭矣，得道不得。行就殃且亡，故有洪水将出，灾活且起，涤荡名人。而帝久请疾，及其有意，遂从贺良等意。于是召至丞相狱。是盖闻尚书五约考中命，言大运意中，更济天元。PG 1007人元考文正理，推立定计，数如甲子也。朕以秒身入祭太祖，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，未有应天星之效。即位初入三年，灾变数将，日月失度，星辰错谬，高下贸易，大义连人，盗贼并起，朕甚惧焉，战战兢兢，唯恐临沂。为汉兴至今200载，历纪开元，皇天降非才之佑，
汉国在祸受命之福，朕之不得。何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，必与天下自兴。其大赦天下以建平。二年为太初元年，号曰陈胜刘太平皇帝。漏客120未度，不告天下，使民知之。号曰愚，上级自若。贺良等父欲妄辩政事，大臣争以为不可许。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，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。李寻辅政，上以其言王彦，遂下贺良等立，而下诏曰朕祸。宝宗庙为正部的变异旅人恐惧战力为之所由。待赵贺良等建言改元谥号，增邑漏客，可以永安国家。朕通道不堵，过听其言，即为百姓祸福。卒无家印，久旱未灾。一问贺良等，对当父改制度，皆被惊疑为圣制不合时宜。夫过而不改，是未过矣。六月甲子诏书，非赦令，他皆捐除之。贺良等反道，惑众兼太当穷尽，皆下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默如。于御史中丞廷尉杂志当贺良等执左道，乱朝政，倾覆国家。巫王主上不道，贺良等皆伏诛。寻即解光简死一等，喜敦煌。训赞曰：悠赞神明，通合天人之道者，莫者乎一春秋。然子干游云：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，而闻已矣。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，孝武时有董仲舒、夏侯。史昌昭宣则虽梦，夏侯胜。元成则金房、易凤、刘向。古勇哀平则李寻、田中树。此其那说时君者明者也。察其所言仿佛一端。驾金射仪依托向类，或不免乎易则履中。仲舒下吏，夏侯求职，虽梦诸路，李寻流放，此学者之大。PG 1008戒也。金房区区不量浅深，为言刺激，书院强臣，罪孤不悬。种亦不密以失身悲夫。PG 1009卷76赵隐韩张两王传第46。赵广汉字子都，卓郡里无人也，故属河间。少魏郡立州，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，举茂才平准令，查连未阳宅令，以致行游役，千金府都尉，守京兆尹。会昭帝崩而新封杜建，为京兆院护作平陵方上。建肃豪侠宾客为监吏，广汉闻之，先封告，建不改，于是收案制法。中贵人豪长者未请无不至，终无所听。宗族宾客谋欲篡取，广汉尽知其记忆主名起居，使立告曰：若既如此，且并灭家。令数立将见弃士，莫敢进者。京师称之。是时昌邑王征即位，行淫乱，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共废王。尊立宣帝，广汉以与议定策，赐爵关内侯，迁颍川太守。郡大姓袁，楚宗族恒字，宾客犯位盗贼，前二千石莫能擒制。广汉既至数月，朱元楚首恶郡中镇立。先是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，立俗朋党，广汉患之。历史其中可用者受记，出有案问，既得罪名，刑法罚之。广汉故漏泄其语，令相愿救，又叫立位相统急得投书，消其主名，而托以为豪杰大姓子弟所言。其后强宗大族家家节为仇仇奸绑散落，风俗大改，立名相告诫广汉的以为耳目，盗贼已故不发，发幼者的一切治理，威名刘文及匈奴将者言匈奴中，皆闻广汉。文始二年，汉发武将军及匈奴征遣广汉以太守将兵，属胡类将军赵充国从军，还复用守京兆尹，满岁未征。